挑战全随机上超营第65天，我看到有凯了，咱看看有没有命能随机到他。凯皇都快结束了，生死有命，富贵红。贵族水门带的是一个霸体，不要小看红啊，红，你看还有一个水龙卷，我这个秘卷就是，我这个秘卷加我这个技能就是天生克这个贵族水门的，干啥呢？嘿嘿，来打完就走，交秘卷啊，交分身呢、啊，你别过来呀，臭不要脸的。看他，哎，没，空了，没事，叫分身，来来来来来打，叫水龙卷儿，沉他沉他，强化肥力神，强行给憋回去了，你干啥呢？接普攻，啊，普攻还爆了一下，替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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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走。你灰土水门要急死了，等他交一个分身，我去霸体，哎，哎呀哎呀哎呀，抢秒抢不过来吧？人家是搓门搓搓搓澡工，好了。